据悉，无忌迷途面包车车剧组的三位高人气明星此时正在 KFC 门店取景，拍摄新一季的美食主题电影。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为大家带来现场转播。我们已到达 KFC 门店，装修真的非常不错啊。据说因为剧组成员非常喜欢 KFC 的美食，店长这几天一直在加班加点的提供充足的餐品。确有此事，这段时间面包车车剧组的明星阿乌、海拉和大夏一直在我们店里拍摄，还带着一个长得很像我的狮头。哦哟，能吃的嘞，我天天进货都来不及，炸鸡是要炫的，肚子是吃不饱的，后厨是忙不完的。太让人震惊了，能不能透露一下是什么套餐让他们如此着迷？那肯定得是我们新推出的 KFC 无期迷途的联动套餐，活动即将于7月21日上线。面包车车剧组同款美食，全新皮肤限定周边，还有超多福利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给我也来一份。怎么样，剧组演员的选择就是不一样哈。确实。各位局长，想要来一份试试吗？